这个医生牵了一头猪进手术室，竟然是为了让猪救人的命。半小时前，警察送来一名急诊病人，他是个黑帮老大，原本要出庭作证，结果吃完午饭刚起身就两眼一黑栽倒在地。警方火速将他送到医院，豪斯初步判断是中毒，而且毒性很强，挥发很快，肝脏已经濒临衰竭，如果不尽快手术，两个小时内就会凉凉。但这么短的时间根本来不及寻找肝源，豪斯想了片刻，琢磨出一个妙招，他让人牵来一头猪，把猪和人一起送上手术台，将黑老大的血液抽出来输进猪体内，由猪的肝脏来代替他衰竭的肝，把血液净化一遍再送回黑老大体内。这样一套循环下来，虽然不能治本，但可以争取不少时间，让豪斯分析出具体的中毒原因。他回到检验室查看黑老大的胸片，发现对方是个老烟枪，烟龄起码十几年，可现在白血球数量急剧下降，证明他在戒烟。通过这个现场，豪斯立马发现了问题所在，他找到黑老大的戒烟糖，发现里面还有柴胡，一种中草药，可以控制烟瘾，但同时会降低白血球计数。发明这种糖的人可能也没想到黑老大烟瘾会这么强，生生给自己吃过量中毒了。豪斯说让他跟猪多待上几个小时，再停掉戒烟糖很快就能恢复，不过猪应该就没那么好运了。第二天，豪斯照常来医院上班，发现他的小破车原地消失，鸟枪换炮变成一辆红色跑车。 A gift from the Arnello brothers. They're gangsters, sure, but they're thoughtful too.Can't keep it. It's graft. No. Someone turned down a gift. That's kind of an insult, isn't it? I'm screwed. Gotta take the car.小伙正在做广播体操，突然双瞳放大，开始颤抖，接着一头栽到床上，无论怎么摇晃都没有反应。女友吓坏了，立刻把他送到医院。等到小伙再次醒来，出现了发热、腹痛、皮疹好几种症状，甚至连血压都测不出来。女友对此非常自责，觉得是自己过于勇猛，才害得男孩进了医院。这种奇葩患者激起了豪斯的兴趣。经过进一步检查，男孩不仅血压极低，同时还出现了肺部积液和肾衰竭的症状。豪斯带领团队猜测病因：感染、过敏、肿瘤都有可能出现上述症状，但没有一种能解释所有现象。看着白板，豪斯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有没有可能同时存在两种疾病，鼻窦炎跟甲状腺机能衰退。由于病情恶化速度极快，豪斯提议跳过检查直接治疗。他们给男孩注射了药物，两天后情况竟然真的有所好转，烧退了，疹子消了，就连咳嗽都减轻了。这就证明豪斯的判断没有问题，从小伙的状态来看，过几天应该就可以出院了。所有人都以为事情会安稳结束，但就在隔天夜里，男孩的情况急转直下，白血球不断下降，免疫系统近乎衰竭，一个小小的感冒都有可能要了他的命。医生们火速将男孩转移到无菌室，为了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对免疫系统发起攻击，豪斯安排男孩做了脊髓血液采样，但结果依旧不尽人意。他开始在脑内复盘整个治疗过程，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。他怀疑男孩是秋水仙碱中毒，这是一种治疗痛风的处方药，会抑制细胞分裂，导致免疫系统崩溃，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，比如发热、红疹、腹痛，跟男孩出现过的情况一模一样。可问题是，男孩本身没有痛风，为什么要吃这种药？又是从哪弄来的这种药物呢？助手询问了药剂师，可调查过后发现医院开的药没有任何问题，所以只存在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有其他人在给他偷偷用药。豪斯找到男孩家属，咄咄逼问下，母亲承认上周三自己给儿子吃了某种止咳药，过度和盲目的关心差点让孩子丢了小命，不过知道了诱因却还是没能搞清楚病因。豪斯决定进行剖腹手术，看看男孩肚子里有没有古怪。但就在手术前，小伙手指传来阵阵刺痛，接着血压下降，心率失常，昏死过去。医生赶紧拿过除颤仪，好不容易让男孩恢复了心跳，命保住了，手术却失败了。男孩再度躺回无菌室，靠呼吸机维持生命。可豪斯知道手术中的意外后，竟然直接闯了进来，一改先前的认真，掐掐男孩手指，又拔了一撮头发，这些足以证明他确实是秋水碱中毒。但东西是哪来的呢？ Your special boy is doing drugs. No, he's not. Ecstasy? No. Twice with Dan and Mike.谜团终于揭开，豪斯给他对症下药，中和体内的秋水仙碱。几天后，男孩被送回了普通病房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这是豪斯医生第一季。不得不说，这一季里的男孩真是自作自受，但凡不迈出第一步，或者早点说出实情，都不至于遭这么大罪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